我觉得与其说是兴奋，好像还是有一点不真实感，因为我是真的就是没有想到自己可以拿到这个奖，就是能入围已经觉得三生有幸，然后现在又拿到了这个金马六十的奖杯，真的很开心。然后等下回家应该就会想说啊，灰姑娘吧，现在珠宝也卸了，然后礼服也卸了，这样子。我要爆他料，今天就是亲朋好友们约了一起在家里看金马，然后就我的好姐妹就说，哎，你得奖时候她哭了。哦，有啊，他说我就知道是你，我就知道你会得金马，我才跟你结婚的。他很会哎。嗯，好，谢谢。你得金马之后会不会压力很大？不会啊，他也是很棒的演员啊，而且他先入围金钟的哎，对，虽然嗯。那小朋友知道吗？知道知道，我一得奖，他们就有传语音档给我说，妈妈你得奖了，恭喜你，我真的很开心。林柏宏就是我此生最大的恩人，因为如果没有他，我好像走不上去。对，就很感谢。然后刚刚看到新闻画面，就是孟柏跟光海都起身，就是想要搀扶我。这个典礼小白很不会走路，这样，然后就很谢谢大家。而且因为我跟柏宏算是一起长大，就是一起入行，然后一起长大，就真的很谢谢他。然后也觉得他在我心中也是很棒的男主角。刚刚还没有听说他好像到了，那我们赶快访完，我就可以进去跟他聊天了，好吗？好，片子很好，很替他们高兴。当然没有办法，大家都得奖，一个奖到这一个。他的内向，比较多一点人这样。他们那个一次就过了，我也很为你高兴。第一次看你演戏，他表现也很好。这样就够了，这样就够了。很棒，很棒。